大家好，我是美，欢迎再度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前几天我跟物理治疗师一起示范适合初学者的降阶动作，以及教大家如何使用核心来发力。那今天的影片呢，就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初学者的十分钟腹肌运动。如果你准备好的话，就跟着我开始吧， Go！这组训练总共有15个动作，每个动作30秒，中间休息10秒。准备好就跟着我开始吧。第一个动作，反向的卷腹，将两脚往腹部靠近之后，接着伸直你的腿，大约维持在45度角。要注意，你要使背部贴平于地面，持续用核心来发力。非常的棒，剩下5秒，4、3、2、1，休息10秒。下一个动作，大幅度的晃动你的腿，我们做的是仰卧的踢腿，核心持续的收紧，一样保持下背贴平于地面。很好，剩下10秒，5、4、3、2、1，休息10秒。下一个动作，我们做的是抬脚的停顿，当我停在大约45度角的高度，大约自己数6秒之后放下来休息一下，接着往返6秒，5、4、3、2、1，接着往返。很好，再来一次。很好，我们休息一下。接着是单边的抬脚，双脚轮流的往下降，核心发力，持续的保持你的背部贴平于地面。最后10秒，感受你的腹部发力，加油！3、2、1，休息一下。接着是躺卧的单边卷腹，我们先从右侧开始，用你的手去靠近你的对边的脚，主要训练我们的上腹以及侧腹肌群，避免你的脖子紧绷，将你的意识放在腹肌。10秒，3、2、1，太棒了！待会我们还有另外一边要做哦。准备好了就开始吧。用手去触碰你的对边脚，保持你的呼吸。我们还有15秒。非常好，我知道你的腹部已经开始在酸痛了。3秒，2、1，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做的是轮流的卷腹碰指，将你的上身卷起，颈部无过度的出力，轮流碰到你的后脚跟的地方，主要训练到我们的上腹以及侧腹肌群。10秒，很好，3、2、1，
休息一下。下一个动作稍有一点难度，你坐的是脚踏车，可以慢慢的坐，用你的手肘去触碰你对边的膝盖，一脚完了之后再换脚进行，感受到你侧腹的伸展，剩下五秒，休息一下。已经来到训练的53%，下一个动作基本的平板支撑，肩膀与手肘大约与地面呈垂直的角度，腰部不下沉，背部与屁股呈一直线，15秒，加油，撑在那边，最后的5秒，太棒了。下一个是鸟狗式，从跪姿开始，手与对边的脚同时的抬起，要注意你的骨盆保持正，不歪斜，核心收紧，维持你的躯干稳定，15秒，5秒，4、3、2、1，非常好。接着我们换边来进行，5秒，节奏慢没有关系，感受你的腹部的收缩，5、4、3、2、1，接着我们要做的是侧边的卷腹，让下方的脚可以呈现跪姿，是比较简易的版本，上方的手与脚同时的靠近，核心与支撑手会持续的出力，保持你的腰部不下沉，剩下10秒，接着我们换边进行，手与脚同时的靠近，下方的支撑手也会感觉到有一点酸，是正常的，加油加油，剩下10秒，你可以的，5、4、3、2、1，太棒了，回到卧躺的动作，维持在我们大约45度角的高度，做开合的抬脚，保持你的下背贴平于地面，15秒，核心持续的出力，不要让腰部悬空哦，5秒，4、3、2、1，最后一个动作俄罗斯的转体，跟着我一起撑完吧，让你的上半身后倾，双脚可以轻触于地面，使你的身体保持平衡之后，往左往右的扭转，
剩下最后的15秒，加油！跟我一起倒数，5、4、3、2、1，非常好。我觉得这套运动呢，非常适合超级初学者的朋友。那这些动作呢，我相信你认真做的话，一定可以跟着我一起完成。那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请记得在下面留言打卡，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